Oh, yeah.
欢迎我们的主席哈，来，主席好。好，你给他这边趴了，好了，不要不要，真的，我也是趴在佛殿哦，对，这是趴在，这是特别带的，这是公月庙的，对，哦，沙哟，沙是有人配合那个，记得进行做世贤歌啦，因为他在我们心目当中真的很红，而且他很清洁，你们什么歌他都会，你要跟他配哪一首歌？哎呀，我是啊，是哪一首歌？太多下，喂，我要听到你啊！哦，你那依然呐，我一听就不对啊！哎呦，谢老板爱讲起，哎对，谢老板爱讲起，哎，哦，太老板来呀，哎，太老板来，哈，哎来，回味一下哈，哎，谢老板，谢老板一听就到了，哦。你要面对着镜头，把你一部台词这个都出来，来回味起来，来，最大一音都来啊嘛，你来抢的，来，出发，对吧？啊，这个所谓啊，我到罗列出啊。哇，所以呢，这一首歌就是要挑起我们两位长官三个人一起合唱一首歌。Thank you.
怎么说？做口味，哎，真的，哎，在这里。
跑楼上就变成他唱歌也会有可能吗？哎，抱大腿吗？还抱大腿？哎，胖达，你要知道，我是世贤哥最好的御用主持人，哎，也是哦，要把我们两个写在剧本里面。哎，你真的蛮高的。哎，这样吗？你提拔一下新人嘛。那你要是拜托导演呢？拜托我们不是，因为你是他的导演，你讲了就算了，胖达一定买单啊。非常融洽，那当然我也带来一首歌曲，歌曲好，就是一起去幸福。哎呦，掌声鼓励啊！谢谢。准备好了吗？昭告全天下，无论是酸甜辣辣，是他心交给我的我会与你伴侣是否要爱他陪他听来说最近幸福把那一段把他做一段只要我你是我最